林中威不是说今天回来的吗？哎呦，赵世云约了他在你爸前面哎，妈，你爸那个脾气呀，发帖可不得了了。不知道他们现在谈的怎么样了，真是担心啊，你爸那个身体呀不能再受一次刺激了。喂，我跟你说了半天了，你到底听见了没有啊？嗯，你笑什么呀？你不担心啊？ 他已经跟我求婚了，求婚呐！他说他要娶我，真的呀？哎呦，还是你爸爸有办法呀！错了，妈，是我有办法，是我借力使力，让他乖乖的被我给收服了。我太聪明了。 不是一兵一卒，什么都没有损失，就得到了一个好男人。聪明啊！哎，那他没怀疑呀？要怀疑什么呢？这从头到尾毫无可疑之处啊！我们发生了关系，我怀了他的孩子，这王子料心里不平衡，又让我失去了孩子，他愧疚、自责。 要赎罪，要弥补，所以决定跟我结婚，这不是很正常、很合理吗？听起来是合理的，不过你不会觉得太就这么容易呀？容易吗？一点也不容易。这当中每个环节、每一步设计，只要稍有差池，都不可能有这么完美的结局的。 我说过，人生本来就是一场赌局，敢下大注就会赢。现在我赢了。是哦，你赢了。你不但敢，你还狠呐，连你爸的老命你都算进去了。妈，这件事你不准再提了。狠的不是我，是汪子亮，是他写的信，是他刺激爸。 妈，我们自己绝对不能怀疑的，连我们都不信，你还要别人怎么相信呢？钟薇，你不好奇那封信是谁写的吗？是谁写的？也许是我，也许是你。 也许是他，你说一点好不好？无所谓了，真的，我不在乎。为什么不可能是他呢？他没有理由，他爱你，有了孩子，他更可以牵制你。 孩子，可是现在孩子没有了，他还是可以牵制我，而且让我更内疚，更有罪恶感，让我无所谓，真的无所谓了。 这就是人生吧。我们爱的是一个人，然后娶的是另外一个我们不爱的人。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墨菲定律？通常我们等公车，来的那一班，一定不是我们要等的那一班。早上洗车。 下午就下雨了，一年365天，哪一天不生病？一定要等到考试、面试那一天，刚好就生病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人生吗？你知道什么墨菲定律？
记得你曾经跟我说，人生是充满希望的，乌云旁边也会像金边。天真吗？这是天真。不要这样，他爱你。是啊，他也应该绝望了，他也适合墨菲定律。我们爱的是一个人，然后嫁的是一个不爱自己的人。我再也不能叫你亮亮。喂，大嫂吗？我是钟薇，我是你妹夫钟薇。我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亮，只差一点点，一点点我们就结婚了。我真的希望时光可以倒转，时间可以倒带。我不要多久，只要一年前你生日那天，我不会等你开口跟我要礼物，我会主动向你求婚。我不等你拒绝我，这样子第二天我们就结婚了。不要说这些了，周薇，不要再说这些了。真的好恨，可是我不知道该恨谁。恨小敏吗？如果他不去破坏别人的房子，你跟世远就不会认识。我恨你吗？如果不是你热心介绍世芬给我，我们就不会有交往。恨他妈妈，他为什么要定三十的条件，而我又是医生，为什么？也许我该恨我自己，该恨我自己，是老天爷在惩罚我，是他在惩罚我。没有说不爱你，我心里说过，我电话里说过，可是就是没有面对面跟你说过。
李太太家去呢，都在等我了啊！啊，知道了。有，我说大小姐啊，都这么晚了，爷哪儿去啊？哎，对了，晚饭没做，衣服还没收呢。 为什么他还需要用到卫生棉？喂，你在我房里干什么？我收衣服来放。你知道吗？钟薇跟我要结婚了。 真的恭喜吗？真心诚意的恭喜！恭喜！好，我接受，谢谢你了。希望你是真心的。十分，你的身体好些了吗？ 这什么意思啊？我没什么意思，我是说，你身体已经完全康复了吗？还没有完全康复，不过体力足以应付一个婚礼，没有问题。王子亮，我不喜欢好事多磨这句话。结婚对我来说是件好事，多磨那就不必了。所以。 我不希望有人在这当中破坏我的好事，你明白吗？你怀孕几个月流掉的？这关你什么事啊？你不是一直认为你流产我脱不了关系吗？我想我总该有权利知道孩子几个月了。记不清楚了，3-4个月吧。这么重要的事怎么会记不清楚呢？ 你跟钟薇发生过几次关系？最后一次生你其实什么时候？这很容易记的，怎么会记不清楚？你究竟想干什么？我只是想问清楚。你没资格过问。我被冤枉了，但是我不想一辈子被冤枉，更不希望一辈子被诅咒。你忘了吗？你因为流产，你诅咒我一辈子不能当母亲。我原谅你了。 你已经将功折罪了，我需要被原谅吗，赵世芬？你真的怀过孕吗？每个女人都知道，怀孕期间不可能有生理期的，为什么你还需要用这个？你没尝试吗？我是流产，医生怕我没流干净，所以给我打了催经针，所以我必须用这个。医生确定你有受过孕吗？你真的去看过医生吗？ 你看仔细一点，医生证明在这儿，疑似妊娠初期，不正常出血。
认成初期，看得懂字吧？但是医生说疑似，因为胎儿还没成型，所以只有血块。汪子亮，你究竟想要干什么？真的不甘心放弃陈忠威？我们已经要结婚了，你还想玩什么手段？我觉得玩手段不是你，是你。汪子亮，我警告你，这个婚我是一定要结的。 如果有人敢破坏它，我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可惜哦，上次车祸，你居然没死成。可是谁能担保，每次你都会这么幸运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啊，只是想提醒你一声，识相点，认命点。 什么意思啊？会是他？会是他把我车子动了手脚吗？那你还不赶快叫那陈忠威来提亲呢？哎，你看你也真是，怎么那么不小心让他给发现了？我就说他最阴险嘛，就在存心抓我的小辫子，可恶透顶。 他要是敢破坏我这件事，我绝对给他好看。哎呦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说这种狠话，你要真喜欢那个陈忠威啊，赶快叫他来把婚事给办一办吧，我可告诉你啊，你等人家热度过了啊，说不定反悔。我看你到时候可怎么办？其实妈，我倒不担心忠威，我担心的是爸。你爸？对，爸对忠威印象并不好，尤其他很清楚知道，忠威忘不了亮亮。 我怕他会反对，他会认为那是对我好。这倒是有可能，你爸那个死脑筋啊，老想的跟别人不一样啊。那时候他就反对汪子亮嫁给你哥啊。所以妈，这件事我们要分头进行。我去催钟威，你负责去说服爸。 妈，我不赞成，我不认为那个陈忠威会善待世分。 哪有你这种老爸专门反对儿女婚事的？人家当初赵世元呐，当初世元的婚事我就应该反对到底的，省得他害人害己。我告诉你哦，你不要双重标准哦。什么叫双重标准？哼，人家当时赵世元要娶王子亮，你说王子亮太好，我们家世元配不上人家。那现在呢？哎，我们家赵世元条件不差呀，人品也比他哥哥成熟稳重啊。那你又有什么说法了？我说他不爱世分。 那个陈忠威根本就不爱我们女儿，他不爱我们女儿，不爱我们女儿，他都跟我们女儿所以他才可恶啊！心里面明明想着别人，还跟世芬发生那么亲密的关系。这件事情一开始就错了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们继续错下去。反正现在孩子也没了，正好了无牵挂，大家干干净净就此分手，两不相欠。 两不相欠呐，哼，他欠我们家世芬的可多了嘞。上次世芬差点为他死掉，现在又为了他怀孕流产呐。我们好好一个女孩呀，还没嫁人，一个女人一辈子受的苦，世芬差不多全受尽了，还说不欠他，欠他可多了。你这脑筋我要怎么讲才讲得通啊？人家没有强迫我们女儿，是他自己愿意的。哎，我们也没强迫他娶赵世芬呢，是他自己愿意的。